前段时间，一位叫做果盘先生的玩家，靠着自己独特的游戏玩法，爆火全网。这个果盘先生，他1-4，对面1-8，他居然比1多了400块钱，他到底去哪里搞的钱啊？而作为王者官方新手玩的天赐，在看到这个玩法的瞬间就兴趣大增，二话不说就开始了实战练习。靠着过于常人的天赋，他很快就吃透了这套玩法的核心支援。哦，所以咱们只需要刷野、守线、支援。团战，这样几个简单的操作，十分棒的时候，帮队友拿到一些微弱的优势。之后，意犹未尽的他想起了官方为他定制的天赐语音包。你知道之前拥有王者荣耀语音包的都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吗？张大仙、骚白，然后就是。天赐宝宝。于是为了秀一波自己的专属语音，他便结合刚刚学会的果盘玩法，再次为我们上演了一出线上教学。走吧，咱们去体验一把呗。告诉你们啊，逆风的时候直接发别慌，看我操作。然后呢，看着队友有妹子了，你就说下把一起上分。等你杀人了，就跟队友说，哎，有手就行。学会了吗，兄弟们？